道吗？大家就是收到呗，还没讲就已经收到了呢，小朋友。对，你应该是西藏国佛吧？开玩笑，不是，我只希望我这个乐团除了我以外，能够有人拿第二支麦克风了。对啊，有啊，讲话有种用麦克风吐我槽了，讲超过十句了。十句哦。对，现在就我讲话这样。我有讲吗？有吗？刚刚。好了，我们请扫把讲点笑话了。我的笑点很低啊。好了，大家。我跟你讲笑话了。死丫蛋，不好意思啦，因为我们这个乐团平常这个繁忙于公务，已经忘记笑话的点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因为今天下雨，所以气温有点低，害得我们本身也烧起来。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请我们的鼓手为大家介绍一下。他没有麦。他没有麦克风吗？就用刚刚助选的那个口琴。因为他的头发很贵，3000块的烫，在新竹烫的，哎，一定要讲一下新竹哦，哎，他不屑台东哦，哎，我要跟他们科长讲，哎，好了，而还没有意思，就语助词，哎，我为大家带来这首，有一首歌曲啊，我高中就听过了。有一个乐团，他也是前辈周主的，他们叫原始林乐团，他们有唱过这首歌，但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歌，他们吗？不知道，反正他们的嘛。对了，他们有出这首歌，以前要把妞的时候，不是，以前要看着心上人想要唱给他听的时候，都会唱这首歌，或者是来不及这样子跟他告白的时候，都会唱这首歌。这首歌有两种歌名，一个叫机场。飞机场的机场，不是养鸡的机场啊。另外一个歌名叫《来不及》，有听过吗？有哦。那我就不唱了哦。好了，我唱了。然后，应该是来不及啦，在台湾它叫来不及，在对岸好像叫机场，是机场。哎，特牛的那名字。我为大家带来这首《来不及》，会唱一起唱好不好？哦。唱不上去算你的哦，哎，哎，好可爱！我今天一定要认识他，我要找到签名。我从哪里进枪那几枪，为的是想要把你留住。当我听到那飞机的声音，只见那你已远离去的背影。我来不及告诉你，我的爱人就是你。来不及告诉你，你不要走。一切的一切都已经来不及。
你喜欢的人告白，不然会来不及。来不及。